三、二、一。9月3日，一個戰爭勝利的紀念日，咁有意義的歷史日子，共同主辦呢一個活動，讓我哋可以一起向先烈致以崇高的敬意。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裏邊，向全世界展示了天下興亡、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。在日本侵華期間，沙頭角南涌的羅氏家族投身抗日遊擊隊，是制衡日軍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隊伍。羅氏後人發起將大家身處這一座這樣的祖宅，即是羅家大屋這座三級歷史建築物，將它建設成為抗戰紀念館，我予以充分肯定。我亦都感謝他們在愛國愛港方面作出的貢獻。我祝願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營運順暢，弘揚守土衛國的情操，孕育心繫家國的青年，為香港愛國教育和國民教育譜寫新篇章。決議將呢間佔地8000多呎、建築面積6000多呎嘅祖宅，用1元租金嘅價格就永久租出，做我哋香港嘅第一間抗戰紀念館。希望將香港呢段咁嘅抗日嘅歷史記錄落嚟、展現落嚟，將愛國主義教育是落地生根。今天這個沙頭角抗戰紀念館呢，選了一個特殊的日子來做一個開幕，就是我們這抗戰77周年嘛，抗戰勝利77周年這個特殊的日子來開幕，選得非常之好。其實香港呢有不少的這個紅色之旅的這些資源，我們要好好的把它整起來，規劃好一些紅色之旅的路線，這個應該多點向青少年去推廣。
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。